噔噔噔，是啊。哦，那边的消团很胖哦，等下可以吃。看到胖胖就想挖。噔噔噔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师傅。哇、哦，那个上面也太多了吧！考验你射击的实力，真的考验打飞行目标的感觉。小团，胖胖小团，我去四处跑跑，看有没有其他。那东东。小心！现在都没有遇到其他事件，对吧？伤心。哇塞！怎么了？没有摔下来。喊了一下，没看到事件，可羞，可羞！听到好多蜘蛛声音，有来一群，然后又来一群，那修好喽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没事啊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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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xplosion， 烧死他，检查一下，确定是四星。来哦！哇，后面后面。我自己打的。是谁？是谁？右边右边。一个不是。两边有，后面有一群哦。没事没事，大家，笑哦，笑死你哦！有补都可以补哦，我又叫到了一个。右边有刀，左边有刀锋，管他的啦！哦，上面三只刀锋，四只。哎呦，哦呦，很刀很刀，想刀我？哎、欸，我又对，就可以驯服一只啊。死掉才可以。对啊。对对对，我的死掉了。我确认你的细条条就可以。刀锋咬你啦！杰瑞，你行吗？可以。有一只小胖，爆你脸！
有我。又小胖，吃不着，吃不着。Part thrusters calibrated。被走轮。你的西风是不是礼物造型的啊？有啊，他好像没特别。哦，我看错了。这么想要看我的礼物吗？哎呦，想拆礼物。那我的礼物要拿得很下面。然后不会拆，故意打劫吗？差一点点，假哇！帮你速刷一场，大概七分之一吧。还以为四星就可以过了。每周合约完成，赚八千。这一里是解锁任务，我是双枪的，然后差一关吗？差一关，速刷两星，其实两星跟三星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未开化的老巢，那也玩侦查，速刷挖莫林斯，莫林斯一种花。哎呦，加血哦，这个还是可以喝哦。还有冲哦。哦，就30%的血。加油，干杯！呜呼！啦啦啦啦啦！送啦！嘿，丢下去。别乱丢！谁？谁？哎呦，接到了！来啊！哎呦！我被拦截是不是？被骂街了！我刚丢那个繁星，然后又被追。对，被盖火锅哎！拦截，好猛哦！聊天是他们在讨论梦想，什么什么梦想？小时候的梦想，然后未来啦，想当超人，不晓得要干嘛，然后开始聊到了，当超人呐、啊，警察，超人不是吗？啊，不要当 YouTuber 就好了。他们是对未来彷徨，我担心啊，我一堆大四毕业的朋友，他们在大学都不知道干嘛。然后就不论是认真还是不认真，那毕业之后走原科系的不多，大概走三分之一吧，少之又少。对啊，很多都在卖鸡排啦。哎、欸，鸡排也有不是吗？鸡排博士，鸡排博士对，对啊。这个不用担心啊，认真努力自然就会有路了。对啊。其实我是坏榜样啊！那时候我们主任就跟我说：“你不念大学哈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我那时候高中啊，高职。我说我就是对画画，对念书没兴趣啊。然后主任就说：“你就不要后悔，之后又回到学校来跟我哭。”结果我到现在还是活过得很快乐。所以那时候有人说，如果学校找你去那个什么做演讲什么的。你会去吗？我说不行，他没定会说我是坏榜样。坏榜样，动手。那请问你怎么成功的？上课画画，总不能这样吧？干没啦，上课了。
我说，但好，我是他眼睛，眼睛痛。然后旁边超多眼睛。把酒，把酒，把酒，不准看。要说要成为英雄。哦，有一只小胖。嗯？在上面。听到他走路的声音。胖同学来了。胖同学，拜。走下面好了。好吧。繁星也比较好走。哦，那个莫林斯好多哦。听这个声音舒服。后面有没有那个护盾变比较厚的天赋啊？嗯，没有吧？有好吧。就只有我刚刚那个啊，就是另一个蓝色的啊，就是附近的话护盾回复比较快。哦。快50%。嗯，我想说再厚一点就。嗯，太再厚就太强了。就可以靠就那个两个蓝色可以装靠反甲，反甲我真的觉得很必备啊。嗯，我有感受到。小只的太多了，有时候你真的一定会被小只咬。对啊，那反甲至少可以解决掉。而且咬那个小只咬一下还不会剩一点点，还是你反甲应该你反甲对啊，反甲等级不够高吧？应该是。第三个天赋点，第三个红色的，红色先点。喂，满了，一堆马厩，各种马厩再来，射那个靶具。哦，怪不得你都挖中间不挖边边。我边边刚刚全部挖完，还没加一耶。对啊，所以这种都不挖边边啦。好好，有点不想吃。而且因为就是有看过它数量差不真的啦，一定会多很多。嗯。看那小虫子，哇！不行，哎呦，差一点！我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喂！再一次。喂！没关系，你可以尽量试。有甲虫。好像破甲一部分了，因为我的那个枪有破甲，原来这样破甲。哎呦，撞甲虫，爆你头！死了！哎呦，刀锋了，刀锋！哎！哎！冰起来喽！我手里可以冰。冰冻手榴弹。啊！还只有4发。够的，够的。欸，你不是啦，下面还有糖果可以让你往上试。哎呦，你成功了好吗？看我是那个头发很帅的猫王吗？猫王超贵，我刚才是说猫王。哦，我们的刀锋，刀锋怎么了？被大胖，被小胖欺负。好毒好毒！喂，直接穿越！哎呦，前面有那个、洞穴，正穴。喂，
中间刺过去就爽。完了，被乔威带坏了，吃东西都不吃干净了，吃不干净，很爽啊！左边有哨塔，啊，来吧，开了，那个，哦，哨塔，他弗劳尔，弗劳尔剩几个？一朵，我剩一朵，剩四个。我有两朵，我也有两朵，哎，那没了，刚好了，结束了。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啊。都在乱讲话。没有，我的刹车跟油门分不清哪边是哪边，很危险。但是乱踩刹车也不行，乱踩油门也不行。可以叫一下那个 Uber 吗？ Uber 来啊！这里有蓝蓝、绿绿，哇，还在吗？还在，是我挖不到，挖到了，那就带回去吧。接收，接收，啊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啊，那没办法了。不能带着走吗？是可以啊，很累而已。没事啦。他想干嘛？他想秀了吗？我帮你接力啊，来啊！我在帮你开路了，开路点灯，星星点灯。嗯，他去哪？他要穿墙了，是不是？没事，我帮你点了亮亮的，马厩区。好远哦！哎，先走这吗？哎，他回来了，白痴哦！对，走这没错，走这，他在后面，他在你后面，跟着我的光亮走。我是你的光，可是我前面没看到你。光啊，我都亮亮不是吗？哦，好，好，有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在秀了啊，在飞檐走壁。因为比较那个啊，这里要看一下。叫我先把它干掉。哇！灌篮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洞有点小。对，有，后面有一些，小心。快走，你往上走。好，上来。这边走上下都可以。我拿，我来了。我也在帮你运。我拿到了。嗯，走。我扫掉了，可以吗？怎么讲？给我拿。哎，又掉了。我拿了。好。又转哦。快到了。到了，接下来都直直过来都可以。这个路，帮你们开好路。哎呀，nice。侧边可以乘，侧边好。
哎哎哎哎哎！对，好。喂，有、哦、我丢上去了，我丢上去了。你上去了吗？对，大姐，大姐。蟑螂的尸体。哎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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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可恶、啊！可什么啦？没兵啦、啊！真可惜。哎呦，速刷！你看这刷多久？12分钟。可以啦，25啊，有啦，下一次就可以帮繁星解那个晋升任务。好吧，晋升完你就有蓝色，再多一个，太爽啦！呀、yeah, ，恭喜，我们绝对不会忽视你的晋升资格。在哪接这个任务啊？就一样，合约吗？约晋升工程，晋升枪手。对，而且重点是你也可以用别的字玩。其实哦，对，就不用说一定你有没有晋升机枪手就一定要用机枪手玩。哈哈哈。所以你因为25等他就不会再升等了。嗯。你要晋升他才变一等，就会重新练，所以接下来可以玩别的字。嗯、懂。好的，我们下礼拜再来挑战。感谢大家收看啦、啊，晚安晚安。给大家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。那个今天就开到10点了啦，因为身体撑不住了。我啊，早上不知道为什么。5点剪完片，6点输出上传好，然后莫名其妙8点半就起床到刚刚，然后现在身体有点撑不住了，所以感谢今天，刚刚他们声音有点小，我也没有调哦。好啦，那就感谢今天收看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刚刚什么声音啊？来，拜拜。巧克力跟杰瑞声音不是因为你们刚刚说他们声音又我的声音太小，他们太大，就把他们调小啊。哦，要叠叠的，叠叠晚安，大家拜拜。